装饰的时候，像我们要画鱼，嗯，我就觉得我非常有天分，我那时候画的鱼都比他好看。还说跟他比较，穿上围裙，郭雪芙、范少勋、钟成汉、蔡匡汝跟唐振刚为戏齐聚，大展甜点装饰创意。毁了我的蛋糕，真是的。算了啦，艺术都是这样的。我这太夸张了，是那个对，不修边幅，不修边幅风。黄色代表我。充满着活力，对，青春活力。五人颇有架势，蛋糕风格还对照角色的状态。郭雪芙满满正能量，范少勋表达爱意，沉默副总钟成汉简易风，凤黑心机女蔡匡汝配色抢眼，妈宝甩锅男唐振刚还做出婚礼拱门，超梦幻。我觉得这个会是吸引我目光的，因为有时候太缤纷，我会哎、欸、会觉得有点吓到。哪一个最缤纷？哪一个让你吓到？雪芙这个就比较饱满。满意，谢谢。谁赢了我？他的故事，他对你的爱，他没有关系，他输了。他对你的爱的故事。昨天跟我妈一起看，然后我就很尴尬，我妈还想说啊，你怎么这样？结婚了不就是要一起吗？我和妈就展开新的生活了。这是另外一位储备店长夏天宇。啊，嗨，大家好，多多指教。嗨。戏中失婚妇女郭雪芙被唐振刚抛弃，与食品集团继承人范少勋意外在同一间甜点店当起烘焙师，蔡匡汝则是默默爱护范少勋的青梅竹马，郭雪芙也有钟成汉守护，首播就有虐心戏，后续发展令人期待。 TVBS 的新闻，周一凤红婷台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